我哋系2012年到2012年六師班師啊，請欣賞以下片段請欣賞以下片段講啦，請欣賞以下片段哈，請欣賞以下片段律師班好喜歡起哄的喎、啊，你家常正喺半場比賽啊嘛，唔再嘈啦！你哋有冇感覺咧？其實去到中途咧，都依然係一班好貪玩嘅細路。把握好每個機會學習，增值自己。咁希望師班同學咧，
定嘅理想夢想都可以成真啦。牧師班嘅蛙鬼，好耐唔見啦嚇。其實咧，我諗我哋都即係有成個幾兩個月冇見啦，即係好老實咗，都幾掛住你哋班蛙鬼嘅。咁咧，隔咗你三年啦，中四到中六，其實我見到你哋轉變好大嘅。咁由最初中四嘅時候咧，成班都唔知道你哋喺度做緊乜嘢嘅，成日上堂都喺度玩啦，喺度拍夢啦。跟住但係去到中六嘅時候咧，其實一路見到你哋咧，越嚟越努力嘅，都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，都識得去為自己嘅學業去爭取嘅。咁所以一路覺得都陪住你哋長大都好開心。咁但係咧，你哋俾我嘅感覺咧，其實去到中六咧，都依然係一班好貪玩嘅細路。仲記得咧，你哋之前咧喺課室後面咧，有個藍色嗰、那個載垃圾嗰個兜咧，有你哋會跳入去裏面喺度玩，都唔知有咩好玩。即係出去做嘢啦，即係總會有呢一日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呢一間學校對你嚟講，其實係印象一定係深刻嘅。你其實一定會成日都會記得嘅。咁翻嚟探我老師啦，翻建設下學校啦，你應該要咁做嘅，係。有啲咩對你嚟講啊？都好難講，其實就係、希望你哋。可以喺社會裏面做一啲有作為嘅事，即係我以前都成日同你講啦，係咪？即係唔好成日就係諗住啲好短見嗰啲嘢嘅，即係要諗一啲係有作為嘅嘢。我諗住成日就話啊，一定要用官啊，我要做啲嘢，做嗰樣要揾錢啊咁樣，即係揾錢係重要啦，但係就做一啲大事啦，做一啲。你哋覺得係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嘅嘢啦，先至咁樣持實。Six B 班就唔係你哋啊 ，Six C 班嘅咁多位，好奉勸你哋一句：業精於勤，荒於嬉。俾個 tips 你哋，勤力嘅人咧
通常都是有好成績的，做人呢什麼都成功的，懶惰的人呢就調回轉了，就是這樣啦。大家祝你們有一個美好的前程。那個老師班呢，就其實呢我記得呢中四那時候呢就我做過一年班主任的，就所以都很熟悉的，就是大部分同學，那也有一些呢是就是小小的，我就已經想不到的了，那些同學就是有些有些乖一啦，有些曳一些啦，上堂來講就都幾安靜的，靜得滯啲，即係太少問題嘅，即係靜得滯。其實就唔係咁個氣氛咧，就唔係算好好啦。學習氣氛就比較枯燥一啲啦，即係太少嘢問題。咁平時交啲功課咧就真係麻麻地。不過咧，其實都幾年落嚟咧，都有啲進步。有啲同學咧，我記得咧就做得好認真、好仔細。Dear 6E students, use your time wisely. Fight for your dreams. Never give up. Best wishes, Miss Jenny Wen. 拼命了，腳壞了，停在路口，被逼當個觀眾。纵行面生死劫，如你薄冰，重复搜杀起点。人企在赛道起跑线，枪声已响，沿路终点看不见，谁人愿意白走一